娱乐圈中能够大方公布恋情的并不多，鹿晗的做法可以称得上是爷们儿。鹿晗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，从小就擅长体育运动，作为年级足球队长，他还曾在学校足球比赛中夺得冠军。除此之外，爱好唱跳的他在18岁那年前往韩国发展，在留学期间被韩国 SM 娱乐有限公司的星探发掘，成为签约练习生。凭借出色的表现，他与黄子韬、张艺兴、吴亦凡等人以组合 EXO 的成员正式出道，无论是唱跳实力还是人气，他都遥遥领先。取得不错成绩的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。2016年，鹿晗在接再厉登上中国90后10大影响力人物榜首。2017年更是成为鹿晗的爆发年，他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，人气得到进一步的提升。对于鹿晗的表演，制片人杨小培也给予较高的评价。鹿晗在拍摄电影时很认真，从不迟到和早退，可以说正是这种踏实努力，鹿晗也再度迎来事业的高光时刻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他官宣与关晓彤的恋情。不过，很多鹿晗的粉丝并不认可关晓彤，认为两人并不般配。但就是在这种不被认同中，两人始终不离不弃。节目中，关晓彤与宋亚轩跳双人舞，而背景音乐恰恰就是鹿晗的敏感，举手投足之间都可以看得到关晓彤内心的强大。恋爱近4年时间，关晓彤就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，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、一副不好惹的模样。